不断的在关心护持印经协会，也非常多的人不断的来要书 DVD， 到处到数十间庙去推广，愿佛陀的教法满人间，令众生离苦得乐。感恩各位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658482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。僧伽札经卷二。尔时，仙人告彼人言：“乃往古习，吾数阿僧祇劫，时有国王，名曰净月，如法治世，善男子。时净月王生一太子，时净月王召诸战相、婆罗门等，而问之言：‘今此童子有何等相？’尔时，相师白大王言：‘今此太子。’”有不祥相，生此太子必有不祥。大王问言：“汝何所说？”相师白言：“如是太子若至七岁，当害父母。”王时答言：“您当杀我，不杀我子，人生难得，于无量劫修行乃得人生，不应以此身而杀人物。”尔时太子始生一月，如一岁儿。王之太子当杀我身。时净月王舍位于子，作如是言：汝治国事，一切财物自在随意，如法治事，勿为非法。即受位矣。时净月王于其国内，不复行于王之教令。尔时无量义大臣至净月王所，白言：“大王，何故不行王之教令？”大王答言：“我无量劫常为王事，心无厌足，我已厌矣，舍之修行。尔时太子未经多时，并杀父母，即忤逆罪。善男子，我亦意念往昔之时，既杀王矣，筹悲提气，自责悔过。尔时我以大悲之心为彼说法，彼闻法已，逆罪消灭。问言：当于尔时说何等法？”答言：“尔时演说僧伽札法门，若闻此法，当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灭一切罪烦恼伏习。如今谛听，当为汝说，令汝闻已，速得解脱。闻四句偈，令不中缺，尽一切恶，得须陀洹，然后布施，远离诸苦，受苦众生，令得解脱，不为众生，令得远离。”尔时彼人合掌顶礼，赞言：“善哉善哉，真善之事，善能除灭诸不善业，善说僧伽札法门，善哉闻者。”尔时虚空中万二千天子至大仙所，合掌顶礼，白如是言：“大仙，意念几时是也？”复有四龙王、十八千亿夜叉王、
后面李靖、白大仙言：“意念几时是也？”大仙答言：“我意念百千亿阿僧祇劫。”问大仙言：“以何善根，意而许是？”答言：“已曾听受僧伽吒法门，在彼众中闻此法门，发尽信者，皆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若人造作忤逆之罪，闻此法门，须臾之间悉能除灭，无量百千亿劫，彼恶道门，开升天道。于此法门闻四句偈，功德如是，况不书写读诵，供养花香翻盖，恭敬尊重，合掌礼拜，一言赞善，如是功德不可思议。”尔时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合掌得功德？等谁读此经亦合掌礼？”佛告一切勇：“善男子，若人造作忤逆之罪，若教人做，若随喜做，于此法门闻四句偈，合掌尽信，能灭忤逆。何况有人于此法门具足书写读诵供养，如此功德多比无量。善男子，譬如阿那婆达多池，日光不照，从彼池中出五大河，一切勇于一云河，颇有人能数此五大河水滴数否？”一切勇言：“不也，世尊。”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“善男子，闻此法门，善根亦复如是，百千万劫数不可尽。一切勇于意云何？须臾得闻如是法门，是难有否？”一切勇言：“难有，世尊。”佛告一切勇：“于此法门能生信者，复难于彼。譬如阿那婆达多池，出五大河，如是五河水之滴数，数不可尽。”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等名为五大河也？”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“五大河者，所谓恒伽河、斯陀河、博叉河、阎摩那河、月奔河，是五大河悉皆入海。此五大河一河各有五百小河以为眷属。”一切勇复有五大河在虚空中，一河各有一千小河以为眷属。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等是五河有千眷属？”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“第一河者名须陀罗，有千眷属；第二河者名曰山区，有千眷属；第三河者名婆诃地，有千眷属；第四河者名直多斯那，有千眷属；第五河者名曰法盖，有千眷属。一切勇是名五大河有千眷属。一切勇是五大河利益阎浮提，时时降雨，增长花果，于阎浮提与清净水增长苗稼。一切勇如护世天安乐阎浮提波，此经一耳，利益安乐阎浮提波一切众生，如三十三天。一切勇菩提萨多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何等是三十三天？”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言：“释迦提婆之所住处是三十三天，一切勇彼三十三天作如是语：若有众生口行善语者，彼人功德不可数之；若有众生行口恶者，彼堕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。不可数之众生堕于地狱、畜生、恶鬼，受大苦恼，使彼众生无救护者，于三恶趣独受巨苦。口行恶者是恶之事，口行善语是善之事。若见善之事，则见如来；
若见如来，则灭一切不善之法。一切勇，如护世天为阎浮提钵而作利益。一切勇，此经亦如是，于阎浮提钵而作薄饰。若不闻此法门者，不能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能转法轮，不能击法鼓，不能坐于狮子法座，不能入于涅槃之界，不能成就无边光明。如是如是，一切勇，不闻如是法门，不能坐于菩提树下。使一切勇菩提萨多摩诃萨多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有少疑，欲问世尊。佛告一切勇：随汝所问，当断汝疑。一切勇白佛言：世尊，尔时仙人度彼忤逆人，令住不退地者，是何人也？佛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汝今谛听如来所说，微细难知。此僧伽吒法门是仙人相，如此法门能是佛身，如恒河中处处见沙，此法异耳，自作示现为人说法，为佛如来量与佛等。此法如是，与佛平等，有此法处，常有诸佛。尔时世尊复告一切勇菩提萨多：善男子，我念往昔九十九阿僧祇劫，尔时有佛号曰宝上如来，次第有十二亿佛，皆号宝上。我于尔时名曰净月，行大布施。时十二亿如来，我悉供养以衣服、卧具、饮食、汤药、香花、灯明，一切乐具，悉以供养。彼诸如来不为我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勇，我念往昔有十八亿如来出心于世，皆号宝名。我于尔时名曰龙镇，行大布施，以香花、璎珞供养彼佛。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勇，我念往昔有二十亿佛出心于世，皆号世器如来，应供正遍知。我于尔时行大布施，以诸乐具供养彼佛。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一切勇，我念往昔有二十亿诸佛出心于世，皆号迦摄。我于尔时行大布施，以诸香花、幡盖、衣服、一切乐具供养彼佛。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勇，我念往昔有十六亿诸佛如来出心于世，皆号净光。我于尔时作大长者子，行大布施，舍一切物。彼十六亿诸佛如来，我悉供养以香花、幡盖、衣服、卧具、食饮、汤药，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勇，我念往昔九十五亿诸佛如来出心于世，皆号释迦牟尼，应供正遍知。我于尔时作大国王，如法治世。彼九十五亿释迦如来，我悉供养以香花、幡盖、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汤药，一切乐具，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勇，我念往昔有九亿佛出心于世，皆号迦罗迦鸠村陀如来，应供正遍知。我于尔时作婆罗门子，具布无量，行一切施，以诸香花、幡盖、衣服、卧具、饮食，一切乐具供养诸佛。彼诸如来亦不受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。一切勇，我念往昔有十八亿如来出心于世，皆号迦那伽牟尼如来，应供正遍知。我于尔时行大布施，彼诸如来我悉供养，
已消。